带是一家人家？那死了搿只高头啊？啊，那死了搿只高头。哦。搿只楼梯要放下来才好上去。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深圳杨秋啊。今天约了网友到巨鹿路，他这边要动迁了啊，稍微帮他拍个小视频，留作一下纪念，好吧？一起去看一下啊。你有一封，或碎碎通通不过是场梦。人在途中，人在时空，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。来有一封。实际上，最多最多讲要动迁，我零六年辰光就讲要动，哦，不是零六，八几年就讲要动迁了。嗯。因为辰光巨鹿路是上海最大的一个菜场。老早就动迁了。几几年啊？零五年辰光就一批人动它过啊。零五年为啥伊拉好介早动它？因为阿拉零五年有第一趟动迁，就包括嘞今年的三趟动迁，搿趟是第三趟，所以工人就是讲基本上是确定是动了。哎，搿我问啥？侪是一只理论现象，为啥要分三趟动啊？零五年辰光，应该是有眼啥问题在搿，就没动，就自家停脱了。然后是一六年年底也动迁了。第二批动迁，对啊，嗯，搿趟是第三趟动迁，哦，第三趟终于动脱了，哎呦，也勿容易哦，勿容易，嗯，刚刚动迁时期已经没老早好了，就是里厢，好了，好，阿拉参观参观啊，里厢还有人，人基本上勿少来了，哦，现在灯还是有人灯了，搿对伐？对，有人灯了，老早烧饭侪搿搭烧对伐？现在搿搭烧了，地标了啥？你不要在后头装了，那是手机上做作业。反正伊拉觉得搿搭就当，搿搭照镜，我自家人家觉得还是人家辰光还是蛮好。嗯。搿只钞票该最大，阿拉搿搭老龙啊，龙那黄龙那讲起来讲，阿拉只钞票该最大了。最大了，对伐？哎。然后后头一家是还有人家，不过伊拉现在走脱了，伊是没门窗了啥。伊没门窗啊？哎，伊就没门窗，就一只门，伊家就是全部封闭式。哦，葛么透气呢？只好门，搿只门开了该透气啊。对呀。哪是几楼啊？阿拉是来晒台的，哎，勿是正阳哦。是伐？哎，搿倒要看看叫哦。哎呦。不要紧哦。搿只算啥？搿算二楼半啊？啊。顶子盖对伐？搿只是顶子盖伐？对，搿只顶子盖。OK。然后啊，我写了就这样，可是就当我放弃了。阿姨，当心点啊！我忘记房，那老房子来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刚刚大是一家人家。那死了，搿只样子。那死了，搿只高头啊？啊，那死了，搿只样子。哦。我们弄开开，没人。搿只楼梯要放下来才好上去。对啊。而且伊还算不过啊，伊老早全是镂空啊。嗯。镂空侬走哎，我。哦，镂空走哎，我搿比较吓人啊。是。搿搭是。搿搭是两家人家。搿家人家。哦，一家人家。哦。没多。哦，那搿搭上去，我看叫啊。没变啊。哦，晓得啊。哎呀，我小辰光也爬过那个呀。好，阿拉看看叫啊。哦，搿搭是哪搿搭？嗯。后头就会，有间后头也空着嘛，然后过脱以后就是地面就长了后头了。嗯。多少？多少度啊？十几个平方大概对伐？十一点几？十一点八。十一点八。搿搭十一点八，搿十一点八。哦，是哎，侬讲还有搿搭一间对伐？房卡里向侪有个对伐？之前那是哪能介空啊？好讲讲伐？特别是侬小辰光，小辰光侬还记得个伐？搿能介一只床，对伐？对勿啦？伊勿是空沙发个呀？本来搿搭摆只沙发对伐？一只沙发呀。搿搭么是个叫五斗子搞大事。哦，五斗子搞大事。哎。嗯。当中么正好是只放袋子吃饭。嗯。那么，那现在搿趟动脱
那是拿钞票拿房子，好不是拿讲钞讲票，伐？拿钞票啊？哎，拿了多少啊？啊，400万的，400万，只有400万啊？哎，哦，这漂亮也不多嘛。那还可以，因为哥哥的军卡已经有6万1千多了，6万2不到了，眼，实际高上富来个军卡有得6万多吧？有个万多，哦，嗯。就侬属于那种三三口之头，跟他加一道嗯，四五个，好像还可以的。你搿搭最主要搿个，嗯，还有一间呢，就是讲3层楼洋房，嗯，搿只搿间洋房呢是国际红十字会，搿间洋房我去拍过照的，是伐？我去拍过照的哎，啊，人家讲高头最老早啊，对，嗯，还有只佛啊，不晓得是不是就是伊拉想到事体了，啊，啊，哎，对个，那搿搭有一幢洋房，人家搿幢洋房是历史保护建筑，也对，挂了块铜牌的，对，还有搿啊。搭搭外头对伐？那啊，叫船友游泳嗯，池呢，那叫，不伊拉讲起是搿个，老早是汤恩伯个小老婆。汤姆包小老婆，红的是一个物事，伊是勿出个，伊搿趟嗯，是就是讲做只平对呀，移，只有搿些房子就讲旧历新年拆下来，到辰光是改造呢，还弄成酒店就勿是老清爽了。当然网上哦，向有关了。嗯，那不晓得搿搭到底是弄成一只阿拉啥？啥晓得过？阿拉那些都老早会得讲要弄成像民宿、酒店或者类似像田子房搿能，或者新嗯，天就搿种样子，就勿嗯，晓得了。不，搿条龙哪敢进来的？是正气的。相对来讲，个人还是觉好着，点。我个人觉着，要是像弄成像田子房搿种物事，并勿是老好。之前有只庄园，那晓得这伐？张勇晓得，哎，不，现在哎，也是弄成像啥居民没参观一啥，样，我觉着没啥物事，没啥好。嗯。这些东西的辰光，大家侪希望心里想讲话要对标张远，嗯，但是因为有老多老多原因啊，我去后头就反正现在就是搿只结果。因为张远也是景区的嘛，嗯，为啥零一年的辰光高富丽的就搿只地块动了？它呢，实际上跟价钿也有关系。